就好你哦。当你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在东势进士堂有一位真亲切的何爸，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何明清师兄。何师兄以前脾气很坏，很爱碎碎念，让太太很烦恼。现在每一天在进士堂磨练，对大家都有说有笑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改变这么大呢？我们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3岁没有爸爸，19岁没有爸爸，21岁没有丈夫啊，23、24是吧？没丈夫阿妈，还有到快30岁的时候，28岁，我一夫没有了。你看，我一下再来换我这个，我老子就这样。每天都在投入，投入这行业了，这实际的行业的。他把我工作现在都没有工作了嘛，已经退休了，干脆啥，无头路嘛，肩膀老头了，好吃啊。就好了，不要把事自找烦恼出来。所以师兄，你在这边负责哪一些工作了？没有，我是总务的了，我在里面是当总务的，总务什么都要做。我不晓得别的地方有没有这样，我不晓得。我说我，我们做翻译走了好了，开玩笑哈。所以总务就是总和所有的事物。总务，我都会讲总务，什么都要做，对不对？弄外务了。弄外务。因为习惯了，都不做，在家里也是看电视，接着接着不要说。礼拜天还要煮饭。你也要煮饭的？要啊，所以我做总务啊，或者什么都做。老板，你会煮饭哦？你要煮要煮啊，煮大锅饭那种，80个人吃那种的。为什么会煮饭？也是希望公子谁到的啦。在家里不会煮，但是回到这实际的地方，你就要动。那你家里有煮那么大锅的？没可能的，很少求人家。嗯。何明清师兄是东势进士堂的总务，50岁退休了后，都专心投入做志工。每一天透早拢来到进士堂磨练，一直到尾阿妈才回厝的。在大家心目中，伊是一位真亲切的好好先生，所以大家拢叫伊何爸。好了，到这里结束了啦。为什么要搬这个？因为我要先整地啊，我要这个地这个啊，我要用这个那个水泥这个柱子，我要排那个前面的地方，这样我要换。那是要排那个的作用是什么？那边还要种花是吗？因为我们是把它裹起来，对吧？有绿化，那种绿化就对了。那边是种绿，要裹起来做这个。
那时候照不要碰到那个氯化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所以现在在做氯化的工作。对，我哩。我见这刚刚包的。哎，都嫌我这都白黑不舒服。那今天要做到什么程度？哦，今天哦，啊，今天还是做不会好。快了。师兄，你们就这样靠人力，这样慢慢搬哦。这样哦，够了啦。要啦，我们这样搬比较冬天可以啦，比较不会流汗。这样比较轻松的。啊，这样还轻松、哦。是啊，很轻松哦。跟什么比较？这样比较轻松。不是啊，应该是说属于快乐，不是轻松、啊。不是啊，这样轻松是这样的。幸福啦，上人看我们说是幸福，是吗？你就不会了，来，安尼很好。叫头还叫头，叫白安尼啦，叫。阿你翘，阿你叫白。不过我就安尼翘。我讲个天干，好不好？他以前哦，年轻的时候啊，常常回来脸色都摆一个脸给你看的，那是年轻的时候。每次回来哦，我还要问他说：“你有没有吃饭了？”都不理你，就走进去，这样。他常常这样的情况，我都要怕，心里都会怕。他说的，现在啊，还没吃啊，自己去找，自己去吃啊。他就不会说像以前这样的。有时候师姐那些说她老公怎样怎样，我说我老公哦，我不要讲而已，你们都不知道以前怎样嘞。别回去给师姐讲，我做足忝啊那了。可是事实上，这我不敢讲，我到现在我都不敢讲，已经13年了，都不敢讲。讲了会怎么样？我太太说你赶紧别去的呀，我不能救你呀。有时候他会感觉很累啊，我说你要欢喜做刚完修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做就是要这样啊。累啊。江班吃力吗？不会，还好。真的哦。会弯腰哦。会弯腰哈、哦。对。不会啊！不是，上天跟我们说这个是幸福。爸爸，你是不是开始腰痛了？有，会啦，到年纪大了啦。那我们要幸福多久啊？就他明天还就两天，还要两天呢、啊。还好几天哦。两天要的、嗯。这个好几天，总共五天嘛。因为我们都是从。九二一开始出来的，前几年我跟家盖房子嘛，我会学的把梯啊的呀，在慈济学的，在这里面学的，真的希望工程嘛，希望工程嘛，啊，我们都超五点，他们下班了，工人下班了，那他们就走了，而且换我们就在地的施工去帮忙做，打扫的，还把梯啊这样的。地震前和地震后改变很多，以前本来就会对家人会一些不好的那个动作，他不是会打人啊，会念啊，一直念，念不停的念。金条较大，以前铺的连锁砖全部把它挖起来，再重新铺过，对不对？以前比较简单嘛，临时性的嘛，那现在要正式的，这样我们要把旁边周围都围起来，跟那个住家旁边都要围起来，用铁栏杆，像我们希望工程那个学校，用铁栏杆把它围起来，那前面再种矮梨树，是。你已经做了三天了啦。哦，老板。好，要几扇？要几扇？爱几啊？几啊啦？爱几？这种几啊？这几组爱多？爱几啊？
因为河坝的机动性真高，所以进食堂内外的大小项事情他都没提示，都有需要他就为都为去，常常这件事情还没完全结束，后面的事情已经在等他去处理了。你拿下去，这太贵了，你还要拿起来，你还要拿起来啦。我叫你做这工作，我来扛下来，过来，王爷，过一盖。我头骨比较起好哩。啊，今晚师兄提起的，啊，我提起四句啦。他们师姐每次来讲啊，不好意思，要把你老公叫去哪里？我说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就捐出去的。对他来讲，他也找一个工作做了，对，好，就不会说，因为家里我也不种田啊，也不做什么，他在家里也不能帮忙做什么啊，干脆你就该要做你想做的事就好了。太太开的理发店，一家族经营的百年老店。太太对丈人那边接下来已经是第五代，所以来都是在地的老客户。921大地震的时阵，倒记的王朝大楼就伫个隔壁。迄个时阵，翁仔某两个人做伙出来救灾。啊，不过后来因为太太做工课真无用，所以即马是河坝继续出来做志工。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啊，这是搞啥啥那个叫921的哈。啊。嗯，也是，像我们父亲不要去看。921的，去，对啊，去王朝的，去苗栗，可是全程走透透的，都有参加过，我才把它游起来了。河坝少年时阵是伫开吉人车，伫车行识识伊的太太，两个人结婚了后过着安稳的生活。发生921大地震的时阵，河坝已经退休两三年啊。伊就伫个厝个对面起一个环保站，开始主动承担起真侪志工个工课。啊，我会开车子嘛，啊，刚好呢，另外一个叔叔年纪比较大，讲啊，无，那车互你开光好啊，啊，无，咱个做伙回收光好啊，好了，啊，就时时刻叫你欲罢不能。我跑的时候，有时候两天跑一次，看我的事。因为以前师兄比较少，开车比较少，那现在人比较多，就那我就把交给他们了。他们每天都要在。那为什么交给他们之后，你还是得出来支援？啊，我因为我会想，我说我做这个总务，我实在也每天都要补位啊。你真包山包海啊！真的。哦，到了一个点了。对，第一个点。啊，改问你，上面那树吗？那不是哈。好。好了，走。那是别人讲，像我以前住度他们，像所以说对不对哈？啊，拿去卖的时候，累了很累的时候，但是看到钱了，200多块，哦，这售后这送的。啊！客船咩？人你无用，我嘛无，但无用。有啊。啊，无用就话人，无用。人想做几项？感恩。感恩。好了，谢谢。感恩。所以师兄其实像你这么投入，还是会累。会的，觉得像这几天来，对的，因为我。
腰啦，腰就膝盖，这个我感觉上面有都希望刚做好的时候哈，还有大理医院的那盖还是那个红点那个金丝塔盖，盖好之后我的膝盖就没有办法再蹲下去了。我们要以身作则，我没有蹲下去，别人还会考虑一点的。但是我做了好五分钟，说哎，换你了，就这样。师兄，你这样算不算勉强？太勉强自己的身体。因为还好啦，这我自己会保养的。前面就好了，前面最后一个点了。前面都两个，要转到对面这样。那我们就现在有人打电话，我们要去那个看那个关怀物了，拿个那助行器。好。我来修一下哈。这个放，你要做对啊，这放，然后这个，好。我再来一个开一点，这个都可以。他这刚按住刚跌倒。对对，力气刚跌倒，所以他现在需要一个轮椅，便盆椅都需要，都需要。对，这边因为这边太窄。走了走了，刚跌倒，前几天我们刚跌倒了。对啊，刚刚。咱来倒工了，晒来了，咱晒了。咦，我这。咱来倒工了，既然搁来，咱买个搬。真歹势啦。来。哎，要来洗货。为什么要搬这台电视啊？回收啊，回收，就给我们的。没有我。对，收的。那来，我们需要。有没有那个咯？谢谢。你就讲你更那个那个。哎。哎，师兄，你不要哭。不，我这关东。那现在抬下去吗？这家坑的脚托。这家桥过来。哎呦，老公在紧。你要先上去吗？来，先给来。我没有力量。我绑过去，来按来了哦。哎，我用个按的。用个按。好，绑。你叫我来。好，下去走，拢走，大拢走。哎，门关起来。门关起来都好啊，吓。哦，你门关起哩。我无敲你开哦。好。谢谢哈，师兄师姐。好，拜拜。来河坝倒落的目睭，因为视网膜剥离，第几啊年前已经看无啊，即马干那剩正落的目睭会当看物件。虽然真辛苦，啊，不过伊游玩真乐观，认为只要较注意，生活都甲一般人同款。比较少开车子的啦，所以刚才我小时候是四驱嘛，那回说说还可以的，就好。不要少跑长途了，不要太重，不要太累了。所以像我一眼看天下了啦，想看就好了。看人家两个眼睛看不到他，怎么办？所以我常常说，我现在过得很自由。他一睁一只闭一只眼，他以前都管东管西啊，管得很多啊，他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好了，我再回家，好啊。师兄师姐，我们今天来这边做什么？我去看个案。我来这边访视哦。对对对。那你们多久会来这边一趟？差不多每个月过来一次吧。师兄，你说你们有时候来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，还会来野餐哦？也要带野餐，那中餐我自己带过来就好了。因为我们出事嘛，出事以后就比较不方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说我们自己带过来就好了啊，这样简单的。加油！加油！
这是苗栗县泰安乡的梅园部落，所在较偏僻，交通真无方便。对东势金狮堂开车来吃，来回都要两点外钟。今仔日苏兄来访视的个案，连门牌都拢无。娃娃，我们没有在呢。对啊，两个都不在哈、啊。嗯。师兄师姐，就是平常关怀的人不在家，是不是？阿公阿嬷不在家。阿公阿嬷不在家。那去山上，山上砍那个单调的竹子。竹子在上面的。就有那一只电话，对。以前我们都没有碰到的事情哦，很慢都不知道。这样后来进去到瓷器的里面来，嗯，他说嗯，看到什么家庭状况太多太多了，啊，我们要警惕。好啦，不要客气的。好，给你了。好了，客气了。来，把爸爸打的好乖。好了，走了，好了，走了，爸爸走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何爸一生中经历过真多离别，对家己的爸爸妈妈、丈人、丈母，到第二个后生，何爸若是回想起来的时阵，依然感觉非常的心疼。都没有经过什么苦，苦是像什么苦？到现在我们什么苦？有时候心会苦啦，这样心都是不会苦的。就那个说到孩子的那个。发生那个意外的事情啊，嗯，我两个儿子嘛，一个第二那个被那个秋田狗吧，嗯，被它咬死了，这但是什么，那心比较会苦一点，但是我心那怎么办？碰到了吗？碰到有人碰到了，事实都碰到，你还要说记，还要想什么东西啊？我说想开了，真的想开了，不开。只要我不想开的时候，我血压就你一直缓。整理我自己会害我自己的，真的会害我自己吧？啊，我只要我是病倒了，也会害到家里的人啊，人家给你照顾啊。我现在还会痛，嗯，是心痛，是痛，一直想到就会痛，知道吗？好了，每条是骗人的啦。缘分尽了，尽了就他自己要做，对吧？对啊，阿华，对吧？啊，你要加班回来嘛，班回你要有得不可能嘛？不要去想他了，对吧？比人比我还苦还蛮多的啦，比人比我还多了啦。即摆苏兄已经学会晓放下，伊讲我的人生注定做得对啊，所以每一工拢真快乐，伫做志工。伊的乐观甲趣味嘛影响到周围的人，和大家拢真爱甲伊做伙啊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